2016年3月15号，今天礼拜二，从塞浦路斯的首都尼科西亚离开，我们要往 The Traders， 现在走到是他们中央的，也算他们的中央山脉吧，沿途的一望无际的景点，然后去欣赏这个教堂，非常漂亮，家是在右转。不过呢，来看看整个路上的车辆还是都非常少，所以蛮悠闲的。等一下再到11公里，会看到终点站。终点站。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然后在右边，右看最上面就是可以拍照，可以摄影。快车道，我们走的是反方向的道路。哇，前面那个乡镇应该很漂亮。这个是私房景点，跟我们早上设的路线不一样，快临时在增加，因为时间还够。现在是早上11点，看那边12公里，大概12分钟，然后再逛大概10分钟再回来，半个小时就搞定了一个景点了。那你早上没有去那个博物馆啊，所以可以省很多时间的。只要按停掉了，再按一下右上角那个，对，右边的那个红色吗？红色那个，对，按停再按。